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到《旧约》中间的《以赛亚书》。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里面讲到论到各国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再特别看到中间最后的二十三章，就是有关于推罗的信息。在二十三章有关于推罗呢，讲到推罗的哀歌。 这是从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里面讲到，而第十五节到这章结束呢，却是讲到推罗的复兴，而且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上帝有信息给推罗这个国家，但是也有信息呢，同样是给信靠他的人。这边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论到推罗的信息里面，第一节却首先讲到他师呢？ 那你要注意到说，说我们从文学结构的分析来看到，这个他斯在第一节那边提到，刚好在这段经文的结尾第十四节那边也提到他斯的。他斯跟推罗两个有什么关系呢？他斯是在整个地中海最西边，就是今天的西班牙那边的一个重要的海港，然后推罗呢是在整个地中海的最东边。 所以，一个是啊最东边的推罗，另外一个是最西边的塔什，用这个呢把整个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通都已经包含在这个里边。而这里面特别讲到呢，就是推罗，它是一个海上的霸权国家。而在这里呢，把推罗也是跟西顿连在一起来讲到。那这是我们等于要把他们的地理背景啊、历史啊，通都跟大家做一个交代。这边讲到。 第一节，他失的船只的哀歌，因为整个港口都被毁了，这些船就是想要回到自己的避风港了，都没有了。第十四节那边也是讲说他失船只的哀歌，也是讲到他们的堡垒被毁掉了，那个堡垒就是指他们的港口来说的。而在第二节到第七节那边讲到说，推罗跟西顿就要败亡了，这里呢把它分成啊。呃 三个段落，第二到第三节讲到推罗要变成一片的寂静，以前繁忙的海港，现在呢却渺无人烟，变得非常的寂静。第四节到第五节呢讲到西顿，西顿是在推罗北边大概四五十公里的另外一个城市，那边也是一片的绝望，不负昔日的光华。第六节第七节呢讲到推罗城就变成一个空城了。 他们只能够哀悼往日。第八到第九节讲到上帝给推罗城的计划，第十到第十二节讲到耶和华给西顿的命令，而十二到十三节再讲到说这个推罗呢，变成耶和华的代理者，就是上帝的旨意要透过他来成就。那我们先讲到推罗，推罗呢，现在的翻译啊，有一把翻翻成为泰尔，其实都是讲同样一个地方。 它是啊，属、呃、于今天的黎巴嫩，是在以色列跟黎巴嫩最边界的地方啊，就是黎巴嫩的最南端，也是以色列的最北边啊。所以从这个推罗这边呢，它就可以直接就进入到跟以色列有关的这些的事情里面这个推罗城呢，它其实是啊、呃、离开这个陆地啊外面的一个小岛。 离开这个陆地的不是很远，但是呢，因为它有庞大的舰队，掌握了海上的霸权，它就变成在地中海里面了、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海权的国家。它掌握了贸易的优势，整个国家非常的富庶，而且它里面建筑的这些的防御工事很坚强，向来呢就很高傲。所以论钱财，我们这边的丰富超过地中海沿岸任何一个国家。 论这个防御工事呢，我们也是固若金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我们给攻下来。这个推罗地方呢，嗯、呃，我在公元两千年的时候曾经去过，它是一个小岛。这个岛上面呢，现在当然是废墟了，但是小岛上面呢，有王宫，有拜巴力的庙，有非常繁华的街道，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赛马场，我们有人看过那个电影《冰汉》呢，啊，中国大陆把它翻作《冰须》，里面就是有很大的那个赛马的那个场场面。那那个赛马呢，是一个很大的场地，比今天的一般的运动场还要大。都是四匹马拉的这个战车，然后呢，一次可能有八队、十队啊，就在那边场上面，在那边绕圈呢，来竞赛。 所以你看到在推罗这个小岛上面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竞技场的，可见呢当时是多么的富庶繁荣。这个推罗呢，它在地中海沿岸，你也可以讲说，就是相当于后来的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啊。有些人去过威尼斯就想说，小说威尼斯在历史上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那后来才并入到意大利的版图里面。 为什么威尼斯能有那么强呢？因为他就掌握了海上的贸易权柄，他有很庞大的舰队，他非常的富庶繁荣。又像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十六世纪以后，世界上面的这个大航海时期，像这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或者像这个后来的法国，特别是英国啊，那这些国家因为掌握了海上的霸权，所以他们就是。 能够掌握贸易，整个国家就变成非常的富庶繁荣。你用这个来推想到当时的推罗的话呢，差不多就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推罗人他们很高傲，他们瞧不起世界上面其他的人，而且他们对自己呢自信满满。小罗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不会被别人给攻破的。”我们读历史的话也发现到说，历史上面的各个朝代啊。 这些霸权呢，都想办法要能够掌握这个推罗，所以派军队来攻打他，但是都打不下来。好比说，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呃，以赛亚书，在公元前的七百四十五年，亚述在提格拉比列斯的带领之下扩张版图，就来到了地中海的沿岸。啊，以色列就是属于这巴勒斯坦呢、啊，或是在北边。 包括黎巴嫩还有叙利亚，都称作 Levant 啊 l e v a n 就是属于在这个啊、呃、巴勒斯坦、黎巴嫩跟叙利亚这一带地方都是统称。那么他就希望在这些地方呢找到一个出海港，而最现成的就是推罗。可是这个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呢，他打啊，打不下来。后面的这个亚述王沙曼以色。 是在公元前七百二十七年到七百二十二年做亚述王的，围攻推罗也不成功。公元前七百零一年，亚述的西达基利攻打巴勒斯坦附近陆地上面各个国家，一路上面势如破竹，可是呢，碰到了推罗呢，他也是一筹莫展。那更不要讲说，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围攻推罗十三年打不下来。 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公元前的三百三十二年，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才把这个推罗给攻下来。他怎么攻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听过这样子的呃历史的故事。亚历山大是一个军事的天才，他来到了推罗那边，看到说要攻下这个城打不下来，怎么办呢？把陆地上面这些的房屋都给拆了。 把这些房屋的这个建造的石头呢，就扔在这个海里边，然后把这个推罗跟陆地中间呢就连接起来了，好像一个堤一样，一个堤防。所以亚历山大的军队呢，就借着这个堤防，他们就把推罗城就给攻下来了。所以推罗城它再不可一世啊，终究在亚历山大手下，它就是很快就被攻下来了。啊，这是讲到这个。 啊，背历史背景呢，那么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特别讲到呢，这个推罗城，他们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推罗是在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腓尼基的，今天的黎巴嫩，你看到呢，沿着这个海岸，从南向北呢，大概每四五十公里就有一座主要的城，最南边的就是推罗城。 离开以色列最近，它北边就是西顿，西顿北边呢，大概四五十公里就是贝鲁特，就是今天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再往北边呢，四五十公里就是比布罗斯，那是黎巴嫩最北边的一座城了。那这些城有什么重要呢？我们在讲，这些都是古时候圣经讲说腓尼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面也都是影响很大的。你想说，为什么他们那么自傲？ 第一个呢，腓尼基他们发明了字母，我们中国人是不用字母的，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西方呢，都是用字母的，而这些字母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腓尼基那边发明的。腓尼基发明了人类历史上面最早的字母，然后呢，往北边到希腊跟拉丁，那些字呢，就是从左边写到右边的，传到了这个阿拉伯。 希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中间呢，那个字母呢就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啊，这是字母啊，就从那边就开始了。所以现在你要推断那个人类的字母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腓尼基那边开始。他们是最早发明字母的国家。以后呢，就是地中海沿岸啊，地中海以北呢，那个字是从左边写到右边；地中海以南的话呢，就是从右边写到左边。啊，那有人问说埃及呢？ 埃及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埃及跟中国一样呢，是用那个埃是用那个象形文字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去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啊，可能会比别的国家会更快一点。那在闪族语言里面呢，包括阿拉伯文，包括希伯来文，包括亚兰文，包括伊索比亚文伊索比亚不是在非洲吗？但它也是属于这个闪族语言的。那这些语言呢，文字啊都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 然后都是从这个腓尼基这边开始。第二个呢，腓尼基他们是航海的大国，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以推罗作为最主要的代表，他们就掌握了海上的霸权，掌握了海权呢，就是掌握了贸易，所以整个国家变得非常的富庶繁荣。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推罗，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国城市呢，像西顿，像在北边的比布罗斯。 都是敬拜巴利的中心。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呢，特别就是西顿的公主耶喜别，她嫁到了北国以色列以后，成为亚哈王的王后，她就把敬拜巴利的这个宗教呢，就带到北国以色列，而推行全国。当时国家里边啊，只有像先知以利亚呢，能够跟他对抗。但是以利亚跟他对抗都很辛苦的。这个耶喜别呢，不止如此。 他的女儿还嫁给了南国犹大的国王，所以他的女儿亚塔利亚就把敬拜巴利的这些崇拜呢，就带到了南国。所以这一对母女呢，他们就把巴利崇拜就带到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亚塔利亚呢，我们甚至讲到，他等到他自己的儿子死掉以后呢，他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 把这些王子通通给杀了，还好有这个耶和耶大祭司呢，把中间一个小王子，就是约阿斯给保留住，否则的话，南国犹大就灭亡了，大卫王室呢就被中断了。所以你看，到说这边影响是何等的大。黎巴嫩最北边那个比布罗斯呢，比布罗斯这个字啊，就是纸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手上拿这个纸啊，它那个比布罗斯呢，原本就是。 那个埃及那边的蒲草纸哦，或者那种沙草纸，那英文叫做 papyrus，就是跟那个比布罗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比布罗斯呢，它也就是敬拜巴黎的中心。所以你小说，为什么先在这里啊，用那个推罗当做一个代表，讲到整个北边腓尼基，它是敬拜巴黎的中心，它不可一世，它要拓展它的海上的霸权。但是上面讲说到最后呢，它通通都会。 完全没有了。这边讲到那个推罗的话呢，最后去讲到他要被上帝特别的恩待，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那边呢，就讲到这个推罗，他要受到外邦的攻击，他要整个国家就都衰弱。这在历史上面看呢。 这边特别提到有七十年，很有可能呢，就是指到公元前七百零一年，亚述王西拉基利来攻打巴勒斯坦附近这些国家，也包括在北边的黎巴嫩、腓尼基的这些城，希顿啦、啊、推罗啊等等。所以推罗呢，虽然自己没有被那个亚述王西拉基利给攻下来，可是因为周围这些国家呢都被亚述给打败了，民不聊生。 这个推罗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边讲说七十年满了以后，耶和华要再一次眷顾推罗城，所以很有可能一般解经家就讲到说，这边的七十年呢，就是指到从公元前的七百年到公元前的六百三十年这七十年中间，六百三十年呢，也是讲到说那个亚述帝国差不多是要快要衰落之后。 亚述帝国衰落呢，让这个推罗也有机会能够重新的繁荣起来。所以这边最后第十八节那边就讲到说，这个推罗他的货财和利息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哦，这一点有点让我们这些读信息的人呢感到很惊讶。他们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所以这边是把这个推罗当成是一个新的祭司了。这边讲的这个推罗呢，就是一个新的埃及。这个推罗要把他所积攒的这个财富，通都送到耶路撒冷，送到耶和华面前，给上帝。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全新的推罗就出来了。那这边我们是先讲到先知讲预言的话呢，他也讲到是比较远的情形。 也有讲到比较近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前面也讲过说，在那个巴比伦呢，在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巴比伦的时候，就像巴比伦在公元前六百八十九年就被亚述帝国给攻占啊，造成他们整个国家很大的混乱。而在第二十三章里面讲到推罗呢，也是讲到在以赛亚之后不久就要发生的事情。 当然，先知的预言，我们讲说有最近发生的事情，也有中期或者远期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讲到巴比伦的话呢，中期、远期的发生就是巴比伦要被波斯帝国给灭掉。更远期的呢，就讲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里面讲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了。但是更远的呢，就讲说终末论，就是最后、最后，整个世界会怎么样呢？ 犹大人会怎么样呢？这些外邦国家会怎么样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二十四到二十七章。我们一般称作以赛亚书的启示录，或者讲到以赛亚书里边呢，带给我们终末论的这些信息。不过在讲到这边之前呢，我们要先回到这个啊、呃，整个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这里啊，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讲到以色列周围一些列邦国家，包括啊两河流域的霸主亚述跟巴比伦，还有呢那个以色列的邻国，包括像这个嗯摩押，像这个以东，像菲利士这些国家，还有呢讲到这个推罗，那这都是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的。 但是讲这些国家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就讲到说，我在最前面讲到说，先知信息啊有四个字，就是神、罪、罚跟救这四个字。我先从这四个方面跟大家看到。讲到神的话呢，在这些信息里边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些先知的听众，神是全地的统管，他是历史的主宰。 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上帝不只是以色列的人的神，他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神，他掌管历史的这些国家，在上帝的预言当中，就历史上面就按照预言的一样样就实现。果然，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真的是如此，而且讲到说上帝呢，他绝对公正，每一个国家都要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审判跟刑罚。 所以他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要负责任。再有看到呢，上帝的话语非常的正确，所有这些预言通,通都要应验。所以我们前面讲过，说预言呢有一些是很快就应验。讲到巴比伦要被亚述给侵略，讲到推罗要衰亡，要被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给攻下来，也有讲到说更远的就是巴比伦帝国。 亡于马代波斯，更远的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这些信息呢，通通都要发生的。那我们今天这些信徒呢，我们是活在预言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被接升天了，我们在那边等候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启示录最后那边讲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边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已经预备好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讲到罪。 最呢讲到这些外邦的国家，中间还提到了耶路撒冷，也提到了以法莲啊或者撒玛利亚，就讲说不管是上帝的选民，还是这些外邦的国家，不管他们是因为骄或者强暴，或者有人又依靠自己，有人或是依靠别的国家啊，像埃及就常常提供这种虚假的盼望，你跟我联盟。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对抗亚述。巴比伦也提供巴勒斯坦这些国家的联盟的一个邀请啊，你们跟我巴勒巴比伦联盟，我们可以一起来对抗亚述的。但这些到后来呢，通通都是落空。这些事情呢，依靠人不依靠神，或者靠自己呢，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第三，罚。罚包括哪一些呢？在这些经文里面啊。 就常常出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在那日，那是一个最后好像算总账的日子。这些日子呢，临到信主的人就要受到上帝的奖赏，而背逆上帝的人呢，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这是罪人毁灭的日子，他们要被赶逐离开这个地；也是愚民送葬的日子，他们要被重新领回这个地。所以这边。 其实已经都讲到，包括啊以色列中间这些渔民呢，最后是要重新回来的。再讲到救，这里讲说在那日旧呢，包括亚述跟埃及，他们要同来敬拜耶和华的这两个国家跟以色列百姓呢，要一起来使万民得福。那这是我们特别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里面。 带来,来给大家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信息、啊。今天我们看到呢，全世界啊，像这个伊斯兰国啊，甚至假如说穆斯林跟这个啊基督教世界中间的那个文明的对抗，好像无解。可是呢，圣经在两千七百多年前以赛尔的时候就已经讲说，今天的埃及、今天的啊亚述就是伊拉克，他们要跟以色列一起呢。 来敬拜耶和华，他们要一起使世界上的人都得到祝福。那这个带给我们有一些很多的思想，我在这边啊，就是提供几个，让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的。第一，我们在思幕后列国的地位，列国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同样的地位，跟我们这些华人其实是一样，我们也是属于外邦人，我们也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 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但如果他们背离上帝的话，也会被上帝刑罚的，会被赶出离开应许之地的。那这些周围国家呢？如果他们归向耶和华，也可以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上帝的心意呢，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看到说，特别像讲到摩押的时候，摩押曾经来求问耶路撒冷城的先知，但是呢，先知提供给他们一个得蒙恩惠的机会。 他们却因为自己的骄傲就拒绝了，所以先知的信息讲说：为什么要拒绝呢？为什么不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归向上帝得他的恩惠呢？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应当为这里所提到这些国家地区来祷告代求，特别是这里面提到的巴比伦、亚述、埃及，还有杜马，还有阿拉伯。 甚至北边的黎巴嫩那边地方，多半都是属于穆斯林的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百姓啊，绝大部分都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但是只有认识耶和华，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要得到拯救。我们也要特别记得呢，比如说埃及，埃及哦、啊，我特别讲到它，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哦。在埃及那边有我们称作科普替教会。 科普帝教会啊，其实就是埃及教会的意思。这个教会呢，在埃及那边，他们的信徒是不断在那边减少当中，但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至少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的埃及人是基督徒的。这些人呢，在埃及那边受到很大的迫害，教堂被烧，信徒被杀，好多的这些基督徒呢，就离开埃及到别的国家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 加拿大多伦多呢，就看到一个好大的教堂啊！我说那是科普蒂教堂，他们说没错，至少就有十万的埃及的基督徒就移民到了多伦多，在那边建立了最大的科普蒂的教堂。但这些人呢，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伤痛的，他们盼望回去，他们盼望能够重新的恢复他们对基督的敬拜。那在约旦有。 一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而这里难民中间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基督徒，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巴勒斯坦人呢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地方，拿撒勒城，这是耶稣他长大的地方，玛利亚接受信息的地方，伯利恒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这两个城呢向来都是巴勒斯坦人城，而且这里边的巴勒斯坦人从古以来。 差不多都是基督徒的，让我们为这些国家祷告，求上帝赐恩给这些国家的百姓，得闻福音，抓住机会，早日归向基督。那么最后，圣经就讲到说，不管是亚述还是埃及还是以色列，他们都要归向上帝，使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起蒙福。我们求上帝早日实现这个事情。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到这里。